爱哦！你要它吗？好可爱哦！19990，买了这个就刚好30000呐、啊。黑猫是 Nike 耶。这个小熊维尼。欢迎收看妞妞 TV， 我是妞爸。妞妞，今天我要给妞妞一个大企划，因为现在11月，后天要回台湾，那想说，他10月底生日，应该要帮他完成一个生日企划，所以我今天要给妞妞一个预算，那就是10万块日币，今天要把这10万块花完，花超过他要自己补差了，花不完那就是我生气了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妞妞会怎么度过他今天的生日企划，他会买哪些东西？妞妞，那你第一笔花费是什么？我们去抽一番赏吧。啊，一番赏，你想抽什么一番赏？这边超大间的 Gigo 有8层楼，我们上去看看他妞妞想抽什么。我要抽这个蓝色监狱 ，A B C 厂都是公仔，好公仔，我要抽一个枕头，加颗粒的公仔，一抽是750块，不便宜。那你想要几抽？10抽，7500。这样算算，哎，10万块好像也没多少钱。先看了，他这个抽的有快没有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别间了。刚刚那一间全部剩小奖，去别间看看。这个很多小奖被收走了，有没有机会呢 ？B 跟 C 都有 ，A 没了。3个公仔签了，抽到公仔也都还有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，赶快10张。你帮我抽一张。我的7500，来抽10个了。抽完一分赏，第二件事你想看鞋子？看鞋子，想要什么鞋子呢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这个也很看，还是你想要一双全黑的？你决定了吗？这个跟我这个长一样，不同颜色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喜欢的？你也选一个。因为你的鞋子快坏掉了，所以你也可以买一个。用的扣子送我。对。妞妞要用的扣子送我。那我觉得妞妈就这双了。哎，你看爸爸，反正它粘住了。哦，很好看，谢谢。20030块。等一下，你现在要干嘛？多抽一个，因为今天手气好嘛，所以来抽一下年末的乐透10亿迷你5000万。如果这次生日我们中了这10亿元，我们就好好用这笔钱投资，应该就可以退休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来到了西部呀。你要吗？这件我兔子的耳朵呢，灰的是猫耳朵。哎呦，好可爱！白色会比较显那个颜色会膨胀。这个黑色帽子看着就没那么大。白色这件衣服很可爱。这个裤子现在就可以搭了，很好看呢。你穿起来，刚刚旁边的人就说好可爱，就比较低调一点。这整个搭起来很好看，你要稍微折一下。9909。总共花63329，然后还有3万多块日币。今天找找看要不要什么，还要不要出去吃个饭？生日大餐是另外。我们现在在吃晚餐，吃这个和牛放题，跟肉看起来不错呢。4980吃到饱，加上要喝到饱是599，没有算在10万中吧？那妞妞扣打没有用完呢，应该吃完之后店也差不多都休息。店是Donki，你还要去Donki买东西啊？要花到极致就对了，是吗？很嫩哦，这是薄片的牛舌，长条牛舌。看这像屋台一样，可以自己做刨冰，可以自己做棉花糖，点心吃到饱。放在中间吧，这可以做很大的。哎呦，中间出来了一堆蛋，好有事啊！还怎么卷的？我来弄一次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它都卡在上面，都先弄掉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边这一块是你的，好崩溃啊！当初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，没了。我们现在要去Donki，刚刚吃完饭。你在Donki有开就对了。对对。你们不可以买到3万多块。哇，那里面
自己也有一只哎。鱼应该在车站口等，这边也有一只。所以这只是妇科版的吗？没有，你不觉得它比较胖吗？你看它这个有点裂掉。我这蛮适合你的。太大了，你帮我买到这个了。版权，版权，版权。喵镜子跳一下，哇，好可爱哦！你要它吗？好可爱哦，19990，买了这个就刚好30000啦、啊。黑猫是 Nike 的联名款呢。这个小熊维尼。还有这样无辜的脸的，这是 Nike 的。乌沙鸡小巴，这是指甲剪，猫不傻，夹刘海的，这边有很多米菲兔，伊卡哇耶，哇，这好大哟、哦！你看这边布置的好美哦，暖包、哦，能够做那么可爱，它就是尾巴，大概30到50分钟它就变冰了，重复使用的，所以这个效果只有30到50。哦，好吧，有三 D O， 对，很多3 D O 的护唇膏哎，旅行包，这里有吉卡哇的，这很可爱的，新加坡肉卤的。我们现在目前买了什么？一个夹子，什么东西？袜子，在家里穿的，好丑又好可爱。这个可爱耶，这个也可爱，很像 Happy Wedding。等一下，平替版本，我看一下。那它这是就只有刚刚那件的皮而已。刚刚那件的皮没有棉花。它没有棉花，比较薄了。怕热的话，其实这样也可以。刚刚那个它的造型有打金属尾的，这个都没有。4000多，它那个15000多。那差10000。不过大家如果想要平替版，这边有。这边都是包包类的，这里有 Nike 耶，妞妞看。看到了什么？哇，大耳狗的，毛茸茸的。哎，这是 UGG 的哦，这边有卖，16900，厚底的，蛮可爱的。对，这个也蛮可爱的。今年好像蛮流行这个，这个也蛮可爱啊，但是它比较厚底。这个 Mifu 也很可爱，这个也可爱，这也蛮可爱。超级大拉力。可以来 cover 那首歌，这车都是立体的耶。可以 cover 2800。我觉得你房间放不下哎、欸，但是不贵，2800，这个2200，2300，现在那么大只2800，这一只2800，这个也2800，一个这么大只，是不是很便宜？是没有位置放而已，超级可爱的，是钥匙圈，这个好可爱哦，5980，真的可以照相，131万画素的小相机。这个，你想要买这个？它靠摄影机走一个。这是去看演唱会的时候用的吗？我说屁股敏，屁股过敏。你看这边还有这种第一个，可爱的手机吗？挂手机的，像学校的小书包哎。有人说想要看我们开3D O 文具，收集之后来拍给大家看。有露露的，哇！还有这个是什么圆的？库洛米的，1280。是我们在另外一间看的话，也是这个价钱，然后没有脸哦。这是什么？计时器啊。海斗区来了。哦，没有。哦 ，Espa 的，好可爱。发圈吗？怎么做那么可爱？这个也好可爱。这是什么大立牌耶，好多 idol 的东西哦。这个耳朵有点大，有点难放。那这边有三六的手机壳，卡哇的，插在上面。所以这面有脸吗？有耶。卡比的灯要5000块。这是游戏机耶。这个可以自己设定那个图案在里面动。消费的气耶。但是蛮可爱的，只有这里有。粉彩的，口金包的，你夹吧。这是用我的钱，所以不算在里面。下那个寂寞，屁股飘起来的，这里有机会哦，这一次。哎呀，他居然给我放开！这挖耳屎套子，你要不要？他那脚那个刮脚皮的。刮脚皮套子，买一个刮脚皮套子给他。这个是光打呼的。我们在结账。会花多少钱呢？19793。我们现在回家了，要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。我们回来了，现在看一下我们到底买了哪一些东西。都是在 WeGo 买的衣服。上衣多少钱？299。这一条裤子是6599。这是为什么买整套？直接配起来。我就觉得它整套就超好看。不然你没有买那个兔子的那一件。没有。我觉得这一件超赞。这个的价钱在这里。这件是有牌子的，好像它做了很多的细节。我要讲一个，看它里面长这样。哦。滑滑的，它刺绣的地方是这样子，一层布盖住那个刺绣的部分，滑滑的就不会很刺。它也是很重磅，当外套穿都可以。它帽子是双层的，非常的舒服。鬼的图案，真是非常的可爱。前面有一个这样子的。再来是什么？我们的鞋子。他为什么会买这双？我觉得这个好看，而且我之前是穿这个不同颜色很好穿，所以就买了。灰色系 Air Max， 它有气垫。多少没有鞋？两双是30000。介绍你们为什么买？这一双因为它是胖达，胖达是妞妞送给我的鞋子，它是 Jordan 的。
因为我的鞋子已经烂到一个不行，后面这个棉全部都已经炸开了。很久没有换鞋子了，因为觉得我鞋子太破，想帮我换一下，买了这一双。哦，还有呢？这个。看到这个大小就知道了，太欧了。看到这个大小就知道了，大家我们抽到谁？那我们这个花了7500会在另外一瓶票。那个最后我们放到最后的最后，我也期待一下妞妞跟我之后会cover那个擦脚麻趴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你的？对，这个是妞妞买给我的抗皱的手霜，精致的。因为它是即烤啊，衣服滴到的时候可以马上除，非常棒。它还有多两个。那个补充包，这非常的可爱，它是一个手机支架，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吃饭。是你不会带出去吧？对啊，这放在家里。现在又开始喜欢米菲兔了，它很可爱，因为它长得很简单，就是长得很可爱，很极简。Magnet 的，它是磁铁的，它是可以那个呢，防滑的。防滑的。再来是这个很可爱，植绒的发夹。还有三个布丁，因为11月11号快到，我们今天是11月9号拍的，提前买了11月11号的 Pookie 充电线的，现在整个都要 Miffy 的，刚刚看到出来，对，是你送我的礼物，性格诊断的，因为我买了一个，你说怎么没有我的，买了一个，这样子。非常的可爱，大家如果来东铁可以找你们自己的 MBTI。我们买的都很实用的东西，保湿的、很高的、因为我的嘴唇很容易裂掉，这个也是实用的。你现在开始变成全部都收 Miffy 就对了。日常用品哦，剩最后两袋面膜，也都是实用的、啊這個，一人一袋。人家说它是 Number One 皮肤的凹凸面膜，后续快中集中修复，低刺激配方。他说这个很好用，他还写痘痘和粗糙肌肤的彻底护理要用面膜，这个就是很推大家推的。我们要用用看好不好？揭晓一下今天花的钱，你猜猜看，应该没有到10万，大概8万左右，83122，所以离10万还有多少钱？还差16878。不过我们刚刚吃的那个晚餐好像差不多，差不多花完了呢。那你有开心吗？今天的10万元生日礼物，开心。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这一袋，这一袋太幸运了。对，会在另外一个影片。啊，还有一个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哦，还有一个乐透，没有加进去600块。乐透。在 IG 跟大家讲，没有中就不会讲，应该会中啦。那就是今天的恭喜妞妞15岁生日，快到了，可能影片上的时候就接近11月27号，欢迎大家提前在下面祝妞妞生日快乐。对，然后为什么妞爸不在？在阿比亚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参与最后的那个结尾。如果喜欢这类型影片，欢迎大家按下订阅、上锁通知，开启全部的通知，就不会错过每一支的影片更新啊。那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。对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7点见喽，拜拜！记得要去另外一支影片看我们的一番赏，然后到底抽到了什么呢？超欧的，超欧，应该是我们来日本最欧的一次，期待一下，你去帮出去喽。拜拜。妞妞今天带我来看宠物店，她不会想要养宠物了吧？这里都是狗狗跟猫咪，但是里面应该不能拍摄。好可爱呀、哦！哎呦，妞妞想养宠物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